金融溜滑板逛夜市，文九龄伦敦爱之旅脱口说好玩。锦荣心目中最美丽的地方，若不在九令身上，必在夜市。小两口才被网友直击在伦敦共度情人节。昨天九令才跟英国说拜拜，人还在飞机上时，锦荣就迫不及待地会了另一妞，她就是焦梦不离的妈吉丹妞。但我们还是习惯叫她四九了。他们永远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夜市，永远有未完成的任务，就是吃。她还火速在微博上分享猎食的战绩，好大的牛排跟的脸一样大啊，跟谁的脸呢、啊？吃的实在太忘我了吧！好大面子的牛排完食，各付各地。丹妞毕竟不是妞，不需请客。两人颇有雅兴的开始逛夜市，见什么都玩，乱枪打鸟一气。可 Vivian 跟 Daniel 真是巧妙的一对呀、啊！是说无巧不成书啊，他们在通化夜市遇上的巧可以写成百科全书了。当晚 Local King 吴宗宪和苏永康正在这处外景，乡民群集围观。锦荣牛排没吃饱，去买最爱的挂包，又被同批乡民堵住。哎呀，宪哥就这样跟锦荣擦身而过，完全无视彼此的存在。嗯，人生实在有很多无解，但总要问一问，解一解吧。你要看到宪哥吗？这主持人。他们是谁？就是台湾的那个主持人。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有名人，是想要买挂包。不是，我总是买那个挂包。好了，就是很 popular， 今天有那么多人买。对啊，很奇怪哦。You guys look like couples， 你们俩超像。不是，因为他刚刚在玩枪，你在旁边照相。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他，很久没有看到他。是哦。对啊。哦。Yeah, at least one day. 所以伦敦好玩吗？是好玩。你承认了耶？就是，你说是好玩。我说伦敦好不好玩？哦，伦敦。吓死我了！不会的。吓死我！吓死！吓死你！吓死我！我听不懂。How's your Valentine's Day？ 是 OK。OK。开心。有没有送什么礼物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不敢谈天后，改聊他的新欢。他计划从台北 worker 养成台北滑客。你要不要秀一下你的那个滑板？秀一下，你会什么特技那类的吗？就是夜市啊。就是夜市不好的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。我就拿。什么？我就拿，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哪有你？应该有溜吧？那你干嘛拿着？溜下啦。运动。哑铃就对。花了多少钱？2000块？1000块？八千。锦荣超幽默的，我们请他介绍一下8000元的滑板。结果这是 skateboard 的、没有名字。是 skateboard 这么讲？滑板。苹果娱乐新闻 skateboard 滑板报道。